去说呀。不行，我还有要事。这样，你跟大当家说，遇事不行就跑，千万别丢了性命。那行，我这就去禀告主公啊。哎，二哥，以后大当家在县衙就靠你了。放心吧，我先走了。三弟啊，没事，早点回来。好。本月初六我们去剿匪，这事儿雷打不动。可是我们人手不够，钱也徐宁太可恶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之前抢钱不是山贼所为，而是徐宁，只是我们没有证据。哦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杨大人知道这事儿怎么不惊讶呀？你是知道这事儿了？没有没有，只是我也想过是徐宁所为。嗯，好，反正他这钱也还不回来，当务之急还是人手问题。说到人手问题，杨大人觉得能从百姓当中招募勇士，这个办法可行吗？我试过，无一人前来。照这么说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牢房里的囚犯。你认真的吗？嗯，这怎么行？他们都是恶人，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听你的。那你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我是这么想的，让他们戴罪立功，只要剿匪成功，我就给他们减刑。如果这样可以，人财我们就都有了。可是你不怕他们临阵脱逃吗？哼，我自有办法。县令大人有令，今日加餐，一人加一个鸡腿儿。加餐了，加餐了，鸡腿儿。县令大人有令，今日加餐，一人加一个鸡腿儿。都别抢啊，来。鸡腿儿，鸡腿儿，我也要鸡腿儿。哎呦，真好吃啊。县令大人到。各位，鸡腿都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消息，这些鸡腿都是有毒的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骗我们？这就是你想的好主意。我不是要毒害你们，我是要救你们。来做个交易吧。什么交易？快把解药给我，我还不想死。就是你要给我死，把解药给我。愿意跟我去剿匪的，死刑判无期，三年的变为一年。对于那些最轻的，全都无罪释放。钱道真，我们凭什么信你们？就是，我不需要。对对，你去啊！你不需要，你就是个骗子。就是，解药，你们有的选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不要，弄死你！你们平时看样子这么穷凶极恶的人，不会连清风寨那些小喽啰都怕吧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怎么可能怕他们？愿意去剿匪的，全部去牢头那里报到。这两天，官捕头会训练你们。能活着回来的，我会给他解药。别走，站住！你回来！站住！大人，你这样做真的妥当吗？放心，你看他们斗志多高昂。我是说，如果上面的知道我们用囚犯剿匪，恐有麻烦呀。没事儿，上面怪罪下来，
我扛着，不会连累杨大人的。我跟你一起扛。莫非牢内还有高人？敢问这位英雄？我知道你要问啥。生又如何？死又如何？这凡间琐碎的事情太多，还不如这方寸之地来得清净。重要的是，大师，请赐教。我超喜欢这里的，在这里各个东西好兄弟，各个东西。停！停停停停停停！来人！怎么了？把这位好兄弟带到审讯室喝杯好茶。这戏怎么了？起来！走！二大人，要是抓到那个冒牌县令，该如何处置？徐兄觉得该如何更好？到时候把他交给我。未尝不可。好。你就是徐宁？正是。余姚，你是何人？我是你张肥爷爷。要杀我？出满眼桃夭，不知你曾走过多少青山下的芳草，可曾相思蔓延如潮。浮生太短路太远，缘分须赶早，就像那枝豆花开得分外好，却等不到寒来暑往，秋意悄然变老，劝君莫等韶华远飘。红尘总是漫漫无忧而起，旧戏与教室书意，烟波与君换来乐园情。你说往昔我弹古里，便情绪方寸之地，便等浊酒复奏翩翩凉意。